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51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 Bingo Toys 推出的 Wingo，这是我期待很久的玩具，因为毕竟它，能够变形的锋刃，然后美型度又很高的玩具其实并不多。当时看到官图释出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惊艳。那我原本以为玩具会再大一些啊，结果呢拿到盒子的时候才发现，哎，好像，没有我想象中那种尺寸，它大概20来公分，介在官方的，可能毕竟现在官方 L 级的大小啊。那我今天以一个半成品的形态给各位做一个展示。首先的话呢，我第一个要跟各位说的是这个地台，这个地台本身呢，我不太会去用啊，而且它的松紧度我觉得好像没有控制得很好，有些地方 OK，有些地方不 OK，反正我是不太会去用它啊。那么首先的话，我要跟各位讲的是它的一个眼睛。我故意不把脸给装上，它的眼睛是绿色的电镀部件。那呢，我现在只是普通的两盏灯，我的这个方向有一个大灯，那个方向有一个小灯，两个灯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对它眼睛呢，哎，做出一个好像会发光的效果，是不是感觉非常的赞，对不对？那这个电镀绿色的眼睛的话呢，再配合上它的脸的话呢，就有很多不同的表情。那它的脸的话，一共有4张，那各位呢可以看照片呢，就可以知道它大概是有哪4张的脸孔。那我现在的话呢，就给它换上它原本默认的一个面孔给各位看一下，它这个效果会是非常好的啊。这个，把它脸的话呢稍微按下去，好的，那么就可以看到一张非常漂亮的脸蛋了啊。那么由于脸上是白色的漆面啊，所以我们把完之前的话呢，把手呢做个清洁可能会 OK 一些。后方有一个很漂亮，像是蝴蝶结的这个部件，我从盒子里刚拿出来的时候呢，它是掉下来的，它是一个组合卡扣扣上去。除了在人形状态下好像一个蝴蝶结在后面之外，在飞机状态下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饰部件。那人形状态下呢，后面的这个飞机头啊，是属于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缺点啊，无可否认的一个缺点。其他的话呢，虽然翅膀呢，感觉厚重了一些，那跟 IDW 这个锋刃的翅膀好像感觉是有一个形象上的落差的啊，不过也无所谓。那它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设计吧，它的武器附了6把，然后呢，如果你不持有的时候呢，可以装在这个翅膀上面，感觉好像是什么神圣一升级的感觉。那扣的时候呢，分成大、中、小3把，大把的话呢是扣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武器的一个插孔啊，我们示范一下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大的这一把就从这儿给扣下去，然后呢，这个地方呢由下往上咬合一下，这样子把它给咬住。那你可以再调整一下它的一个方向。小把的话呢比较难装，它这里的里面有两个洞，左右两侧有两个洞，你要把这一根呢先伸进去之后，然后呢由上往下卡进去啊。这个小的这一把扣的时候，有时候需要一个手顺吧。如果说你刚好这个当天的这个手顺不是很好的话，有时候还卡不带进去啊。这不晓得为什么这么神奇。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也想到这个东西要怎么扣进去。那可能我先用左手扣，不是很好扣啊。好，就当它扣进去了吧。那另外这个上面这个是中型的，这一把的话呢，就要从这个孔就把它给插进去。我的话就是插进去，然后从这个地方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小咬合，大概是这个样形象。然后两侧调整一下，这个大型的这一把的话呢，把它给往下面调下来好了。好，这个反正这个造型，大家可以自己去修饰一下。直接拿在手上做一个解说好了，这个东西都不需要了。那它的一个手的话呢，一共有几种。第一个握拳，那这个握拳呢，这只手的话呢，你可以把它给换掉。换掉之后的话呢，你有一个，这个是属于这边的这个左手专有的这个造型，它是一个手臂摊开的一个造型。好，那么呢，这个就可以做出一个回手的一个动作，非常好看。那么它的右手也有一个专属于右手的一个替换部件，它是一个从韩国的这个娱乐圈里头流行出来的吧，就一个比小小心的一个比一个爱心的一个手，这个扣上去比较紧。好，我们这样子给各位看一下好了，比心，对不对？好，OK，好不好看？我觉得挺好看的，而且很邪恶啊！这个手臂的话呢，摆成这个形象，就一个女明星的感觉。这身材也做得很好，非常好看啊，非常好看。那最后的还有一个就是比爱心的一对手，
比亚迪那一对手，这个各位可以看到画面里头的照片啊，效果也是挺不赖的。那最后的话呢，就是一对这个啊持武器的这个手，这个就不用多多展示，各位都能够很明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个玩具的头身比，好像还是需要这个东西啊，来给各位看啊。对了，为什么我说我不用这个？它的后面啊，这里有一个插孔在臀部这里，光可能打不太到，在这个地方。这个洞的话呢，很明显这个太粗了啊，这个没有办法把它扣进去。Anyway， 这个地台，反正我就是各位也知道，我本来就不太用这个地台。那我们就专注看一下好了，它的可动脖子的话，其实还挺修长的，左右的转动没有问题。虽然头部有一些饰品，但基本上不太会干涉，基本不干涉啊。再给各位看一下，你看这个眼睛电镀真的是很漂亮。手臂的话呢，肩甲可以单独动，然后呢，这里有一个金属的一个部件，腋下是重要部位嘛，所以就是要有一个金属部件。手肘这里也有金属部件，然后的话呢，它的胸部这个罩杯做得很大，然后红色的分件，这个看上去就非常的好看。然后腹肌，它是没有特别做出刻画，但是随着这个线条，你看这个光打下来，就有一个腹肌的一个线条的感觉。手臂的360度的转动的话呢，受限后面的造型是会有一点影响的。二头肌也可以转动，手腕的话因为可以替换，所以就当然是可以转动的了。大腿的也有外摆内收，膝盖有一个双动关节，然后这里膝盖这里啊也是一个金属部件。膝盖是重要部位啊，这个怎么说哦，我看过一部蛮变态的日本的一个小短篇漫画，是一个男生对他的青梅竹马，两个都是国中生吧，他趁他的这个青梅竹马这个女生睡午觉的时候，他在他的嘎吱窝的这个脚的后面这里不是会有一个凹陷吗，他在这边滴了几滴矿泉水，然后试图去伸舌头去舔，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奇怪的兴趣，真的太厉害了。然后他的一个这里你看小腿后方啊，他做出一个弹簧，对不对？之前不是做哪个玩具的时候，这个女性肌腺后面是空的嘛，对不对？我说小腿是女人身材的缩影，你怎么可以把女人的小腿后面给做空了，对吧？你看人家这个是有诚意啊，对不对？在虽然说变形的时候有需要把这个腿给折掉，但是在人形下它还是尽量寻求它的小腿曲线的完美。这个就是真的懂女体啊，真的是懂女体啊，啊，这个设计师我只能说给鸡腿了啊。然后翅膀的话呢，上面有一个涡轮的刻画，很大，但是不能转动。那各位可以看到大面积的红色涂装。那我拍的照片有时候手机拍的，可能跟这个录影的时候呢，这个颜色的话，我觉得我实际上有看了一下，好像有一些色差还是怎么样。但各位就是可以多比较几个人的开箱可以知道，但肯定来说这个涂装感觉不是很差的涂装。你说掉漆嘛，我觉得也不太会掉啊，我觉得这个漆面还是蛮厚的，保护措施也做得挺好，人物的身材啊也是很漂亮。最棒的还是这个电镀的这个绿色的眼睛，你看即便拿得这么远，你还是能够感觉到它是炯炯有神的。那以人形的话呢，可能要抱怨就是这个翅膀，你可能觉得它太大，要不然的话呢，我真的啊，对，还有后面这个这个风刃，如果你买风雷模型来，它的飞机头大概只有到这边一小段而已啊，没有到后面这么长。那我们就被迫就是说这个地方要把它稍微腾出来一点啊，这样子臀部的线条才能够显出来。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的话呢，我对这一款的一个美型度的是可以给予超高分数表现的一个评价。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款 Wingirl 它的变形过程。首先的话呢，这个手臂啊，你在自然平举啊，自然下垂的状态下呢，这个拳头已经转成这个方向啊，这个等一下会方便我们做一个收纳。它的变形其实很简单啊，只有几个步骤而已啊，先把这个胸口给打开，里头这个部件的话呢往内推进去，先打到这儿，然后呢整个头的话就拉出来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这里是一个梯形，它跟里头这里本来是一个咬合的，然后整个头把它往后面拉出去，那后面的整个这个部件拉上去之后，做一个180度的一个翻啊，不对，先不要翻转，我们先把这个头啊，它这个头领战士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刚刚这个形状，它是一个90度下来这样子啊，那所以说你在变形成人的时候你就稍微留意一下。那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必须把这个地方给整个反折上去，然后整根的往下面打下来，然后呢再整个的给打上去啊，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把这个脸的话呢给往后面靠过去，这个时候呢再来做一个翻转啊，翻转到这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变形差不多快变完了，整个胸口这个地方往上面推上来。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它其实这一片有一个小小型的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凸出来，这个它其实就是要扣进这。然后要跟各位提一下，就是说它的这个原本风筝的脖子跟里头的这一块部件，它中间的话呢是要留出一个间隔，要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间隙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个部件呢往上面才能够顺利的贴上去，并且呢整个背是平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翅膀的话你可以稍微把它往下放一些到这里，然后呢把这个金色这个头冠呢大概是放到这个里头去。这个没有很硬性规定，因为连他们自己官方的微博呢都已经说它的这个变形的一个形态呢多达了7种还是几种，非常的多，所以这个 也是一个可以自由去发挥它的一个形象啊。那把头呢跟整个背包翻折下来之后，接下来就只需要做拳头跟脚的处理。那拳头是这样子啊，这个地方把它给打开，它有一个洞在这里。那这个拳头就是我刚刚提的，把它折成这个方向之后，把它往上面折上去，从这里折这样子，把它给往上放。好，那这里的话呢就是硬塞进去。那我拳头如果你照我说的方向转的话呢，我觉得吧是一个比较好能够顺利收进去的一个方向。如果你不这么做可能不是很好收，就是先打成这个方向之后再打这个方向，然后呢往内这样子，拳头扣进翅膀里头这个洞。那这个洞的出现就很简单，这个部件把它往旁边抠一下，这样子这个洞就出来了，洞就出来，把它给抠进去，扣进去，应该说放进去，它其实里面并没有卡扣啊，就这样子放进去。然后翅膀就是可以开始做一个调整。那其实翅膀这个时候呢依然是松动的了啊，它最后要扣的话是要靠两脚这个地方把它给打开，这个地方哎，好，打开，这里也是一样打开。那怎么呢，里头有两个空洞，空洞就要把脚给塞进去。那利用这个双洞关节整个打上来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脚的话呢转到侧边去，转成这样，这个地方有个锁扣解开，然后记得是斜肩在外侧，这样踢进去啊，踢进去是我自己说的啊，这样的把它给塞进去。这个变形的话呢，你要说它没有变形吗？其实变完之后你看了就知道，我认为你要说它没变形其实是有点不太厚道，因为它确实还是有达到一个隐蔽的一个效果吧啊，斜肩硬把它给塞进去，这个地方把它扣起来，能够扣上就好了，就表示说它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固定了。然后这个就是我刚刚提过的这个头后面这个蝴蝶结，你看它在飞机状态下它是一个飞机的正中央的一个形象。好了，我们先把另外一边也给变完好了，这个双洞关节，这个膝盖这里因为我这款比较紧一点，所以它在变的时候呢就是各位好，这边把它给怎么转的哦，转成这样了这个好，这个方向对，这个变形实在是太轻松了，所以就胡乱变一通。那记得啊，斜肩先进去，然后踢到一个塞到一个不能塞为止，然后这个部件再把它往回盖过来，只要能盖住就行了。一旦盖住的话呢，这两腿还是有一个可以游刃的一个空间。我们再把它两侧怎么样，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把它调到差不多高，因为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的卡紧啊，我觉得没有完全的卡紧。那这里的话呢有一个卡扣，我在这儿吧，这个变形已经算变完。手的话呢就是把它塞到这个，只有拳头左右塞到翅膀里头，然后脚的话就是反折上来，然后往两侧这个把这个小腿的末端包进翅膀里头。那这个头这个也可以再调整一下，把它调正一点好了。那因为它是一个外星载具嘛，这个头这里可以把它扣进去一点，好吧。最后就
这个在凤凰，这个抠不出来对吧？我拿一个什么小刀啊什么的抠一下，好吧，这个。这个脸呢，因为它是直接蹭到这个人物的背，所以还是注意一下，不要用力往下压，以免把它的脸给刮花了。毕竟这是一个女性机器人，这个脸还是很重要的。后面这两片部件把它往前面翻下来，这里要往前，这里还可以放这样。好，那正常的话呢，它就可以平放在桌面上。这个就是这一次给大家分享的这个Bingo Toys 所推出的 Wing Girl。 好，那么看一下它的，先不要把那些特件挂上去。如果依照他们的一个官图的一个说法吧，你要弄这样子也是一个载具，但是我还是觉得流线型比较好看。那有两个很大的涡轮在扇叶上，在这个翅膀上，这也算是风刃一个载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啊。这个头的话就调的时候是注意一下。好，差不多这样。那底盘有点厚，那有啦，还是有一个变形的效果。至少的话呢，怎么说？至少我应该说什么？脸不见了。那其他的这些特效件的话呢，我们还是以先把这个最大的这一把给扣上去，给各位看一下。一样，它一样穿过去之后，这个部件往下面咬合下来到这边，另外一侧也是一样。那我们先做一个最标准的示范，给我看一下，到这边。各位好像觉得我今天心不在焉，对不对？其实我今天心情很好，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小朋友这一次考试成绩很好，我感觉他最近好像有一种，上了高中之后，我突然觉得他变得很多，特别是今天他的成绩让我有点小意外，好像感觉到好像会变成学霸的感觉嘛。所以我今天心情很好啊，就节目就乱拍，可以这样吗？那这个的话呢，中型刀跟小型刀可以这样扣在一起，然后以中型刀的侧边有一个凸，它扣进这里有一个洞，我们可以把它给扣进去，在这边我们把它给压进去。好，这样就扣上去了。这个呢是它官图所描述的另一种扣法，我们来示范一下，这样。但是这个很紧啊，非常的紧，扣上去，然后这个小型刀，非常非常的紧实，我们把它给扣到这边。扣上去之后的话呢，这样子，有一点特效件的感觉了啊。个人觉得有加分啊，这个武器在飞机形态下是真的是有加分的特效件。那还是一个老话了，如果你想要的话，这个你这个翅膀的话也是可以往侧边再打开一点，那甚至的话好像是可以，如果你把它往前推一点，可以再放到前面来。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最标准的形态可能最好看，这样的感觉又更加的一个外星球的一个载具的感觉。算了，还是退回去吧啊。那言而总之呢，总而言之呢，这一款我期待很久。你说有没有失望？其实并没有失望。第一，它的大小尺寸是我认为还算可以合适把玩的一个尺寸。再来就是说它的漆面比我想象中要来的好很多，不太容易会刮漆，我认为是很安全的。你要真的把玩的话呢，其实掉漆不是问题，反而是它的关节有一些地方松，有一些地方比较紧啊，可能在变形的时候手感没有说很好。那变形的过程这真是够简单的啦，把头胸口分开，头推到后面，然后头跟背包大反转，然后再把拳头收进翅膀里头，脚掌跟小脚踝的部分收进翅膀里头，这个没有什么难度吧，非常的简单。那人形的美型度真的是超级好看，尤其是那一双电镀的绿色的眼珠子真的是非常的好看，那替换的脸也漂亮，然后还附带了非常有，我只能说这个是 good idea， 就好主意的两手比爱心跟单手比爱心的这个手势，我觉得有戳到我的点，然后腹肌也做出一个光影的效果。严格来说，
除了说翅膀过大过厚之外，我认为人形它已经没有什么毛病了。那飞机硬要挑，顶多也是它底盘比较厚而已，可以说是一款非常非常非常棒的玩具啊。卖相跟把玩度来讲，我认为都是达到一个非常高分数表现的玩具，个人非常的推荐。然后他们好像已经又公布了下一款，应该是毒蜘蛛的一个几个身体局部的造型，这实在是邪门歪道的东西，对不对？身为正义的一方，一定要好好的，到时候也应该入手把它检讨一下。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